我希望你跟俊浩马上分手，因为我对你并不满意。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退去，要跟我在一起。人又不是你动手杀的，他是为了救你才被车撞的。我希望您能让他们分手，我所听到的事一辈子都会埋藏在我心里。你要我怎么样？回到我身边。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？春心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王牌大明星。